下面我们分析，辛弃疾的十首词。我们先看他的《水龙吟》登靖康赏心亭。《水龙吟》登健康赏心亭。辛弃疾。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。遥岑远目，献愁公恨，玉簪罗髻。落日楼头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登临意。休说鲈鱼堪脍，尽西风寄应归位。求田问舍，怕应修建刘郎才气。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数犹如此。欠何人换取盈盈翠袖，问英雄泪。这首词啊，写于靖康，就是登靖康赏心亭。靖康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。赏心亭啊，据锦定靖康之载，赏心亭在城西的下水门城上，下临秦淮，尽观赏之胜。我这里啊，有一个如今的南京的赏心亭，这是可能宋代的时候，当时这是建在城楼上的，规模没有这么大，没这么大，也没有这么华丽。应该它是在城楼上，我看到更多的像南京西的玄武门，玄武门就是玄武湖的那个城门，那个上面有两个小亭子，那个小亭子啊，恐怕更切合当时的那个规模。这首词啊，作于乾道四至六年间，在靖康通判的任上。大家注意，辛弃疾一生啊，有两次在靖康州官，但一到靖康不止两次。头上来，宋高宗赵构在靖康，占据叫临时首都的时候，辛弃疾作为耿京的特使到靖康来见宋高宗，那是第一次。后来呢，他曾经被任命为靖康通判，再后来担任滁州知州之后，又被任命为江东安抚使参议官，这又是第二次在靖康州官。但是呢，就现代小学界都统一般认为，这首词啊是他乾道四年到六年间在靖康当通判的任上作的。此时呢，住在南归已经八九年了，却担着较为次要的闲职。他不能实现自己报国的愿望，偶然登临靖康的赏心亭，用这首词抒发心头的愤懑之情。下面我们来劝讲这首词：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。楚天千里，辽远空阔。南京这块地方，在战国年代也曾经归属过楚国，他曾经在与吴楚之交，春秋时期也曾经归属过吴国，但是到战国时期，吴国跟这个越国都不复存在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也归属楚国。所以呢，南京的这一带天空也号称楚天，楚天千里，空阔辽远，又秋色无际。只有大江随着流向天边，这个水天交融，气象扩大。这两句啊，开头的气魄就很大，别离求精，其句显得特务，利益辽远。
雄津楼了和苏东坡的那个尼禄桥赤壁怀古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里风流人物的那种气魄有点相似。有一种八级凌空，寂寞游程，仰着天高，俯着水远，哎，写的气魄很大，气魄很大。遥称远目，献酬共恨，欲斩楼阶。这三句啊，作者的心境啊，就没有开头那么高亢了。望远去的远山，都献酬共恨，都产生一种仇恨之感。因为从靖康隔江望过去，是苏北的一些大平原，平原的总的就是淮河。当时啊，宋国和金国在隆兴和议之后，隆兴和议是宋孝宗隆兴年间跟金国人签订的。隆兴和议之后，以淮河和大山关为界，淮河一沟就是棱山区了，就是金人统治区。所以啊，看到苏北的一些山原山，就是容易使人产生仇恨之感。因为在北面就是棱山区，自己的家乡苏轼的辛弃疾的家乡也在棱山区。欲斩楼阶，欲斩是尽高级的山，楼阶是小圆的山。这里啊是写那层层叠叠的山，宇宙的山子像海楼形状的发迹。这里比喻高矮和形状各种不同的山。我在南宁生活了将近40年，南宁里啊周围都是山，但是呢这些山去掉紫金山之外，其他的山都不高，高一点的1.5米，低一点的几十米，有许多这样的小山，真正像玉簪形状的山倒不多，更多的都是像鲁节形的山，就是馒头状，这种形状。看了登上学习门这个赏心亭，然后看到周围的这些重重叠叠的小山，这些小山虽不高，但足以挡住作者的视野，使他看不到自己在北方的家乡。当然这里没有山，也同样看不到北方的家乡，但是呢视野可以看得远一点。作者啊对棱山区的家乡是念念不忘的。至于仇恨为何，虽然没有正面说到，但是联系作者的身世和他北望的江淮情形，这里显示之中原的旧疆，包括自己在棱山区的家乡。南望寻隐山河很好，但是锦城半壁，作者是爱之深仇之大者，把吴狗看了栏杆破遍无人会等临沂。此的上篇里最后这几句，把吴狗看了栏杆破遍，这几句吴狗啊是出自于李后的南园史。南王侯伯带吴狗收取官占50州，作者啊把自己比成是江南的游子，他是从北方来，仿佛孤雁似的来到这异地他乡。他是因为国家姓由于失去了半壁侯山，自己的家乡沦陷了，有家也归不得，所以流落到南方来。所以把吴狗看了栏杆破壁，吴狗是兵器。自己啊作者是武将出身，很显然他登上这个靖康赏心亭的时候，也可能带着宝剑，把宝剑拿出来，叫他宝剑
西南桥无用武之地，所以后面写到无人会等灵异。作者在这里虽没有正面的写自己要杀敌报国，但是从这个外在的这个动作看五狗等赏金亭，是有一种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悲愤。这悲愤映衬在老人余晖的写照里，伴随着离群孤鹜的哀鸣，使得飘无定所的辛弃疾感到从未有过的凄清和冷寂。这一段开头就写得很悲凉，栏杆破壁，说明胸中有许多一时苦闷之气，接着扑打栏杆来发泄。他随意拿起五狗，拿起宝剑，但是这个宝剑却只能像这个什么陆游诗中所说的“九马飞石空断弦”，没有用武之地。吴彦辉等灵异感叹自己空有恢复中原的抱负，而统治集团中没有人很赏识他的做法。上篇辛弃疾登高望远，触景生情，情随景迁，由远及近，层层推进，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壮志难酬的苦恨委屈地抒发出来。此类下篇作者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是不可动摇的。秀秀如雨坎快，今夕风既应归位。作者在这里用了几个典故，先用西晋张翰的典故。据《晋书·张翰传》记载，还有《诗学新语》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，张翰曾经在洛阳，在齐王炯手下做董朝权。后来他发现齐王炯想叛乱，所以就以自己想到家乡的寻根和鲁豫快，就辞官回乡。后来的文人将思念家乡称为寻鲁之事。季颖就是张翰，张翰字季颖。这里的话的意思，不要听鲁豫和寻根鲁豫快，西风吹起来了，张翰还乡了吗？作者现在自己也在异地他乡，当秋风吹起，也想到自己的家乡。秋天温色，怕应修剑，流浪才气。这几句又用到一个典故，流浪是指刘备，这里泛指有大志的人。这里用了一个典故，三国时候有个叫徐氏去看望陈登，陈登对他非常冷淡，独自睡在大床上，叫他睡下床。徐氏很不高兴。后来他见了刘备，就对刘备说：“说这个陈登很不礼貌。”刘备就说：“现在天下大乱，你却不以国事为怀，秋天温色，自己还忙着为自己增加耕地，来建造房屋。”陈登当然瞧不起你，要是我的话，我睡在百层楼上，叫你睡在地下，何止是睡上下床呢？这一点呢，也表示作者就是辛弃疾，对目前国家危亡之际，不能效命于国家的人类必死，怕应修建流浪才气。像这里他也有点自己不能像这个刘备那样来报效国家，感到有点这个说不清的一种惆怅。在这里用张翰和这个徐氏这个陈登的这两个典故，坐在登临远望故土而生情，虽无思乡之情，大家自知是什么游子，但国事如此，
自己哎，还是要为国家的、民族的利益着想。他自己啊，哎，这两个典故作战都是反用，他不愿意像张邯和徐氏那样，只为自己的安危而不考虑国家的哎善后之恨、家国之恨。贵为两个字啊，是反问。可惜流年有愁风雨，须有如此。流年是时光流逝的意思，风雨是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。须有如此，这里是一个典故，它语言是诗学性语，一语中完文白整，经过锦城，锦城呢现在在南宁东面的江苏说镇江市的句容，那个地方当时称为锦城郡。他看到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经长到几围处，就感叹说：“莫有如此，人何以堪？”他做琅琊太守的时候栽的树啊，现在都有横粗了，树都这么高大了，人怎么能不老呢？但是呢，这里辛弃疾用的典故不是直接用的诗学性语，而是间接的用。他直接用的是余兴的苦书赋，余兴苦书赋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：学年中流以汉南，近看摇落起创讲坛，书有如此，人何以堪。苦书赋的这段话是我国史词中经常引用的典故。作者啊，薛英当时年纪还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回到南都之后已经八九年了，也自己感到时光渐渐过去，却事业上一事无成，深深忧虑，故事飘摇，自己却年华虚度而报国无门。这是整个这首词的核心。词的最后几句：请何人唤起红颈翠袖问领雄泪。请跟请求的请差不多一样的用法。红颈翠袖代指少女，是以女子的装束来代指女子。在宋代，一般游艺娱乐的场合都有一些勾妓舞女们会酒，唤起红颈翠袖问英雄泪。这三句啊，辛弃疾自赏抱负不能实现，失无知己，得不到同情与慰藉，这与上天的无人会等灵异意境而相呼应。这首词啊，是辛弃疾早期词中最负盛名的一篇，艺术上啊，也开始成熟，毫不妨庄重兼备，写得有一沉郁登出，有一点深婉之姿。海小修辞啊，就称他纵横豪荡而笔笔能流，谈平词笔也说立足之身何尝不琴棋内卷。这首词本领抒怀，是古典史词当中常见的题材。辛弃疾能以平凡的题材写出不平凡的杰作，强烈地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，动人心魄，屈原奋进。关于这首《水龙吟》啊，我们还应该说这一首词呢，也带有辛弃疾的缺点。这首词啊，用典较多，占的比例较多，在他的下篇里，两个典故啊占了一半的篇幅，用的较多。辛弃疾的后面有许多名篇，也常常这个具有这样的特点。倒是他也许不太用典的词啊，像我们后面要讲到的《沁园》，包括这里很快就要讲到的《蒲扇蛮》，越过台下清江水，除了用到一些历史事实之外，基本上不用典，写得更好一些。辛弃疾啊，用典的应该说整体而言不如不用典的。